新界西二手楼价稳步向上，西铁原市屋苑交投频繁。邻近朗平站的元朗朗平八号，一伙四房大宅以1248万元售，创屋苑新高，尺价15220元。中原地产王勤学表示，朗平八号两座高层 A 室，实用面积820方尺，属四房套房年工人房间隔。业主在2017年以1210.8万元一手购入，尺价14766元。该业主去年4月起在市场放盘，初时深红叫价1480万元，及后因应市况逐步降价，近期叫至1250万元，最终以1248万元成交，比开价大劈232万元或16%。尺价15220元。该一手原业主近4年间转手套现获利37.2万元，物业仅升3%，若计及交易使费，就近平手离场。王勤学补充，屋苑对上成交价纪录是去年1月，五座中层 F 室，实用面积888方尺四房，以1210万元售出。尺价13626元。龙头屋苑之一的则如冲太古城，4月率先六头炮成交，继上月单月录得44宗二手成交后，太古城本月首宗买卖为金星阁三房单位，造价逾1440万元水平。美联物业李陈彪表示，太古城金星阁高层 C 室单位，实用面积701方尺。建筑面积约800方尺，为三房间隔，外区换楼客以约1445万元购入，实用尺价约20613元。汇丰银行网上对该单位估价1480万元。银行对楼市前景正面，估值亦轻微高于成交价。原业主于2010年11月以约780万元购入单位，是次转售账面获利约665元，升值85%。粉岭轩晴间同陆本月首宗买卖，世纪21期丰物业陈伟康表示，轩晴间10座低层衣室，实用面积384方尺，二房间隔，向西南望远景，业主原叫价560万元，放盘2星期。最终业主减价15万元，以545万元沽出，买家为上车客，实用尺价14193元。陈伟康指，原业主于2012年3月以219万元购入单位，持货9年，账面赚326万元，升值近1.5倍。